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我们出来巡台，那今天我们人来到了台中这里，然后这边也是娃娃机蛮密集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终于发现一个很新的台面，因为我们以前不是会发现哇，发现水沟台，发现什么台，发现什么台，已经很久没有说我们发现新台面了。那这次我们发现这个台主呢用了三个小脸盆，然后后面是球，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从后面大概10块20块拖过来的，因为我想要试一下它台性，它台性是舒服的。它甩过去是很慢，然后慢在刚好在上面，很赞。所以我在想，我能不能把其他的都敲下来？能出吧？要先试试看吧。这样子。滚。先敲，先把它的东西都先敲过来。最主要是这一颗啦，那颗小颗的我目前从没打过。你打过那颗？它现在是已经卖封好了。对，我是不是要？但它的球会跑啊。够得到，它抬起来是直接放的，那我再放一次。当然是在那么上面啊。放啊屁咧，那么说要放，而且那一颗它完全上速在，那一颗不是很难打吗？不知道啊，从来没打过那一颗。哦，开了，是爪力，咻咻。那我先把这一盒啦。哇哦，好，很好，我们帮它摆好摆满，然后再抓这个下来。59出来吧 ，Go！ 这个勾下来，这个货柜，对，我直接用勾的嘞。不行，你夹下面它就下来，先挖得到了吧？下不下来啊？下了，来了，我们拼拼看，因为我这一台真的不知道怎么打。怎么拼？拼在它的膜啊，无限香味啊，吃进去到嘞，能不能出来啊？不会吧，不会坏吧？应该不会，哎呦，还可以，它可以刚好涨停了，没办法，可以买那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的，圣伯科林，哎呀。如果它再小一点的话，那不就等于是五档吗？对啊。又来了，你看。后翻。哎呀！反正我们真的打不出来的话，也就罢了。就罢了吧。至少现在，好不容易又看到一个新台面，那我有一种又突然有一种新鲜感了。翻，我就真的很想要拼后翻，我就翻一次就好。哦，我就翻一次就好。哦，是不是？耶呼！加五，搞高领。可是要刚好那个姿势。对，刚好那个姿势啊。然后我先拼这个228试试看。至少我们出一颗了。至少有出货了，代表我们挑战成功。嗯，算吗？算。这个打到559，它会下来。这小都不行，再拉。只是我在想，如果就算那一颗货柜的让它下来，没得，直接抓货柜。货柜有没有感觉？货柜如果下来的话，它是真的会进整个进去耶。那时候它进去之后，它进去之后它太高了，它没办法无挡。我们一直挑鸭子的声音，剑杀，这个，玩的，外面是当归鸭，就我一直听到鸭的声音，很台，再挣扎，应该是不会的，来了，别来吗？然后我这个抓一下这一颗试试看，看会怎么样，弹下来，哦，来，货柜。货柜不行啊，谁说不行？你看，不要拼货柜了。干？没有。啥啦？这样子
撞点别人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进去了，哎、欸，我出来了，啊，你甩啊，我要进去了，不会啦，哎、欸，打到反出，哦哦哦哦，拖、哦，快拖，啊，这样子嘞，拖不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有机会直接冲，是吗？给我直接冲。哦，哎，哎，没有再这样子的啦，他这样子已经给我用起，你看又出来，他就这样子乱，翻，翻，直接翻，就是这个位置了，差一点，大的嘞，哦，知道，你看我们刚刚怎么翻的？刚那个他真的很翻了。刚那个他真的很，我就说会自杀，你看自杀，我就不相信你不出来，他太小了啦，估计他内丢很大力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又没有拼一盘散，没有啊，单纯打爽的，哇靠，这烦死了，好放心，他连续勾我要不要勾200，哦，我现在透回油啊。好了，我们打了这两颗，打这两颗大概打1000左右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反正就小试一下新台面嘛。那我们再去玩一下其他的。我们回到了这边，这边我们之前拍过很多部，然后就这样吧。可是我们来这边发现了一个东西。前几部影片有讲到台主有一个神秘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嗯。结果没想到我们这次一来看，你看变这样。台主把它缩起来了。在进步啊。也许上一次他是无意间自己掉下来，或者是台主自己把它用的，但是至少我们以这个影片出去，啊，台主有做一个稍微的处理，把它弄得更好一点。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拍真实的影片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把看当下看到什么，然后一样都呈现在影片上。那影片上的话，台主也多多少少有些人会在看影片，他们看到的话就会稍微再做一下更改。你看，这是真实影片的用意的好处。那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虽然就真的不是故意，他只是突然掉下来了。来，那我们就今天再小试一下这一台吧。我跟你讲，它缩起来绝对是怎么捏怎么糊啦。哎，哎。挡好了，变慢，上升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看一下，下爪好像下爪也变慢一点，对，上升，等一下还不能确定，可是感觉是有变慢一点，有啦。但是其实慢有慢的好处，我刚刚看到下爪很慢，那个打二楼超好打，真的超慢的打二楼真的是这样打三拍路转。好了，先这样子。嗯，雷保多少啊？欸，我没有看欸，这台保价超低。欸，900、480，只差420。那我保金证啊。只差420的情况下，就说吧。哎哎哎，捏极致保外丢牌。先把它拉过来。但是我们这一盒为什么要做这一盒啊？不想做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把它丢去后面。上，做东做其他柜，然后他等一下可以在二楼或者干嘛也好。那我是不是要做宽盒柜？我们保夹保标准盒。对啊。好吧。哎哎哎，他下爪是真的变，上次有这么慢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印象中好像。印象没这么慢，但是这么慢，其实我就是这么，我就是爱打这么慢的拍数。奇怪的人。什么奇怪的人？人家都喜欢打正两拍，好不好？不喜欢，我不喜欢正两拍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过来！我要把那个拖过来，可是这一盒拼拖比较困难一点，比较轻。嗯，那这一盒过来这里，这一盒你用不到。真的过来？你用不到你，看能不能把这一盒拖过来，把卡卡固定拖出来。1、2，下爪变慢，这超好抓的啊，超好抓到的、啊。哇，它整个在二楼哎。对啊，那个我随便，他的你看下爪这么慢，我这样随便拖都可以过来。丢，他捏到这个捏在大概1/3处外丢拍，我们先把卡卡故意再拉出来一点，不要让他再有空间回去。哎哎，放。出来了。这个捏1/3，他1/3外丢。
这样子。啊，他顿了一下不行，他有很扎实的吃到，可是刚吃到那一下他又抖了一下不行。看能不能，我是比较想要做卡塔库利的，然后右边这边要做一盒。好了，抓卡塔库利撞他，撞，再撞，再撞，棒。甩不真的是，那你看，我就说我喜欢打这种甩不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很，你就怎么昏过去就是在最顶端啊，而且你看撞放，它就是会一直在这里，你就一直抓头就好了。然后我的最理想的状态是这一只来这里，其实这一只如果不小心上去，这一只啊，对啊，只有保夹直接推出来。哦，也是可以，是可以，但是我是打算把那一盒坐在45度，二楼那个坐45度，前面那个拉过来，哦、这个拉过来，好吗？然后如果你这个再上去，我再抓一盒撞下来，哦，想太多了吗？前面想太多，哎呦，更差点脱钩啊！你看，我就说你看这样子哦，吸它，超好吸的，这一盒要左右顿一下，反正我们卡塔库利挡好了嘛。他应该是不会喷过去了吧？你看卡塔库利在那里，他可以上去。你说这一盒，这样子呢 ？A A 上，难讲难讲，可以，上了。啊！不要动他！哎，他直接撞出来，会不会？会，他保他就撞出来了。我差190，投吧。那你先。啊、不行不行，我只要动卡塔库利，它震，它有往前抖，然后我抓到它，不小心嘣，它就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投保了。尴尬、啊。还有190，我们竟然是投保，但是这个应该回来应该吃不到吧？不会，吃不到。可是你是坦诚的，你撞得到吗？可以啊，我只要捏极致宝，它撞过来，你看你就看你爪子的距离这样子，那、啊、你的弓彩这样子，你捏极致宝是在这里。应该是撞得到了，刚好。那你有一个洞。无所谓啊，我的弓彩还好是在这里。因为我带过来会往这里带，如果是我往45度角或者是前面这样过来的话，就有可能会撞在这里。哦，所以在这个角落是最完美的。我们原本还有很多190的扣打可以去做很多球，就没想到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无所谓。400多减保。480差420，减保420。我想要拿卡塔库利哦。其实保卡塔库利是100%，它是这个是100%。但是卡塔库利我觉得可以直接用打的，也都打得出来。真的是不怕出货、啊。嗯，这个台主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厂主了。这一间是真的非常优。我们每次来啊，你看那保价超低，然后每次来都有收获。对，每次来几乎都打得不会很辛苦，然后就所以，我真的大推这一场，真的大推。而且你影片一出去，他们就会做一些改变。有些人可能不习惯打慢了，但是我是真的超爱打慢的。你看我在打，你看我在拉，是不是都很顺？嗯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打很慢的。也不要太慢，像这个慢的刚好2.5多一点也 OK， 差不多了吧？保夹，来哦，我看一下极致宝，稳撞啦、啊，极致宝撞得到啊，直接插下去，撞到你看，耶，很轻松，我们这一波是不是很轻松？超轻松，很轻松的、啊。撞到了！啊！啊，那不要他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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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你！哇哦！卡塔库利上去，那么重，有没有机会？谁说那么重就上不去？他这一台爪力那么猛！谁说那么重就上不去？他这一台爪力那么猛！傻眼！好帅哦！我丢！哎呦，来了！来了呀！哎，你直接挂会不会直接脱钩？可能，真的很有可能。这个然后能过去一点是最好。遇到它的最高度。哎呀！可以，一样可以。它虽然只有一个角。来了！哦！刚、欸、没过啊！但是这样横躺天地就过了。超饱的哎，超饱，但是刚好卡天地啦，因为你超饱宽和天地本来就比较尴尬一点。这个角，来了，
多了，找到它，太多了，不行，那滑下去就没有拍，太晚拍了。出力一点，嘿，可以外丢。哎，后旁，后旁，后旁超饱，放放，哇，这怎么办？它的下爪很慢，可是你那里有个洞。我不怕，它下爪极慢，它下爪极慢，我完全不怕。来，我先电眼侦测中，哭哭，捡了一个宝。我们这一波只打了十一分左右，这一波顺哦。来了，我们就夹这四盒吧，完美。我们今天又回来台中，然后这一场在我家附近，这一场我真心大推，这一场保家地，然后台子真的爪力超强，就完全没有中压，它是整个都强爪。然后上一次我们遇到一个问题，然后我们就一样真实的呈现出去，台主啊，这场应该是场主了，他立马就做更改。对，我觉得这间真的大推，这间呢在台中汉口路，然后 Seven 对面，然后几段这边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忘了。反正就在 Seven 的正对面，大腿，大腿抽啊抽，十分钟打四盒都嘛抽。那我们就抽，我是比较想要抽卡塔库利，好吧，好，抽卡塔库利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抽奖送这一盒金正的卡塔库利，然后它盒况不错，送这个卡塔库利送给大家。晒出来的？什么晒出来？我就说它会上去，上去我只是没有想过它会下来。好了，就送这个，这个就包含运气的成分了，把这个运气送给大家。那这一盒的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